各位同学啊，今天是我们观音菩萨的圣诞，那你们也来在这我们水月阁金色哈，这个供灯啊，虽然已经晚上啊，一般华人的这个文化当中，做生日可以提早啊，那么这都在早上，因为今天大家要上课嘛，那么就晚上也可以啊补上我们的。这个祝福还有我们的祈祷，那当然呢，有一些所谓的或者叫做某一种派系的佛教徒，他会觉得说，哎，观音菩萨又不是人类社会真的生活过的一个人啊，就像他有一些教派，他会觉得阿弥陀佛也不是这个地球上面像释迦佛一样真实存在过的，那么他就会觉得说，人都没有这样真实的存在过，那怎么哪来还有圣诞？他都没有在我们地球上活过啊，那你怎么用地球时间呢？是这样。那当然啦，这种说法呢，是一种。人本经验主义，什么叫人本经验主义？人本就是纯粹以人为本，那么人的经验为主。那么人的经验当中，你看得到、听得到的才算有。那么，不是你看得到、听到的，或者考据当中所无的，那么你就会把它认为那是没有。那么在这种观念底下，那么你对了，那么我们是佛，连佛经上都说观音菩萨是他方的菩萨，现在在极乐世界，那么当然他不能在，没有在人间嘛。但是你要知道，常常是我们呢，意味着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佛菩萨的所谓。生日可以是任何的方式在示现，他的一个来与去。而对众生而言，重点不在于菩萨有没有像用一个人的方式，存活在我们这个所谓人间。怎么讲？这样讲好。如果有一个人，我们讲个实际例子好了，这个。诸位呢，都是有的是医学系啊，那么好吧，就算你们不是医学系的，我想你们读过高中化学的话，你们就知道那个苯，或者是某一些有机分子的那个化学式，它事实上是六角形，或者是乃至于几角形的，大部分都是用六角形，然后它用那个链接这样用嫁接。两个价，三个价，这样啊，一个碳啊，或怎么样，这样接。我们在有机化学到处都看到这样子化学键，化学表现，你知道吗？你们应该读过嘛？这个当年的化学家呢，在用要描述这个化学物质的时候呢，他一直想不出来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符号来描述它。那么这是一位俄罗斯，应该那个时候应该叫俄国啊，俄国的还没有成为共产党，所以那么叫不是俄罗斯，那时候的俄国。那么有一位名字可蛮长的，我忘记了，他就是一位研究化学的人，然后当年他要写一个有机物的一个化学式，老写不出来，结果呢，他晚上。做梦，梦到什么？好有意思，他居然梦到一条蛇，头尾相咬，蛇啊，然后那条蛇是咬了他自己的尾巴，而且长成什么样？长成一个圆形的样子。他一醒来就突然间懂了，说啊，对哦，我可以把化学键为什么我要写成长条的？我为什么把它写成这样圆圈状的这样？啊，就这样，所以有机物的那个化学的那个表现表示法。啊，通通就是这样，就是由他那个梦来。那你说那个梦代表什么意思？那个梦有什么神奇或怎么样？没有啊，但那个梦却真正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意味着什么？佛菩萨，我们今天定义观音菩萨的圣诞啊，或怎么样子，重点不在于说他，真的是谁吗？哪里是生日？到底是谁的生日啊？怎么他都没在人间过啊？怎么我要有生日啊？这是因为哈，我们再做一个比喻，是的，是没有真正一个人在这里说我是观音菩萨，然后我们生活在这里啊。但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再看看一位阿育王。阿育王呢，他的前世是一个在海滩边的一个小孩。那么有一次，世尊走过，不是海，那个不算海吧，应该算是恒河边。那么走过那个，佛陀一生记录当中没听说他到海边的，他在恒河边。那么有一位小孩子，他看到了佛，他完全不知道佛是什么意思，但他看那个佛很庄严的在恒河边。这惊醒走过来的时候，他非常欢喜，他就呢又捧一盆沙，学着像大人一样，他走过去就供养佛。沙呀，佛陀又不知道盖房子，这第一。第二，恒河沙是不能盖房子，太细意味着什么？意味没办法跟水泥啊，或跟一般的泥土啊和在一块，因为它太细了。粘着力太低了，人家粘不到它，因为太细，所以不行。OK， 但是呢，佛陀马上就受记了，这个小孩子啊，里面这点恭敬之心，将来会成为转轮王。这就是后来的阿育王。阿育王当然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非佛教徒了，他呢嗜于好大喜功，然后到处攻伐。那么杀了不少人，后来因为学佛了之后，他痛改前非，乃至于呢让他的帝国呢都受五戒，人民都学受五戒，就像日本，你不要看小看日本，日本今天有他今天这样，你不要老想着说他曾经去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当然是一定不对的，但日本还能够有今天，你知道什么？在日本传入佛教的时候呢，日本的哪一位国王居然定义了全日本禁杀禁荤食1200年，甚至于严重到说如果有人刻意的打死文蚁都有国家之罪，也就是刑法罪。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帝国，是居然用这种方式在治国，而且用了1200年，所以整个日本它蕴藏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报跟善因缘，但今天用完了没有？这还可以再谈。那可见是什么？可见就是说，这个阿育王当时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以念虔诚之心，用了一坨沙去供养佛，他就能招感这样。他真吗？梦境是真吗？梦境可以解决问题。供养那个沙是真吗？沙，其实真的佛也没办法受用那盘沙。但是念念心是真吗？解决问题是价值的。我这两个故事斗在一块，你就会知道了。我们对菩萨的所谓恭敬心呢、我们是生灭，我们不敢一天24小时，1年365天都去意念的观音菩萨的恩的德的功德相，我们这时候古德就会立一个啊，以哪一位大德啦啊，他因为他的实践法门呢，像观音菩萨这样大慈大悲啦，你比如说。藏传佛教他们就认为说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再来，因为达赖喇嘛特别慈悲，修慈悲法门，所以呢这是这观音菩萨的法的什么分身，那么就当作是观音菩萨的再来，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立达赖喇嘛的生日叫做观音菩萨的圣诞，因为他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你说化身他还得他到美国弘法，他还得坐飞机，他还没办法飞。
那就是真的吗？观音菩萨哪是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去吐槽，吐槽，对不对？但不是的，那是一种古德运用了说，哎，哪一位古德啊？他特别的怎么样？其实是我若没记错的话，其实是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当年跟智者当年要入灭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弟子们在痛哭啊。然后呢，慧思大师呢要入灭了，又醒回来，说哭成这个样子，向何低头？好了，你们怕我离开是呗？你知道我刚刚在干嘛？我刚刚在跟观音菩萨讨论要到哪里去度众生。那结果你们吵吵吵吵吵什么？好了，要我留可以。只要有十个人答应我，从今而后呢，我活回来了，那从今而后他愿意呢，刻苦拜法华三昧忏，诵法华经，不开悟不停止。有十个人答应我，我就留下来。大家哭归哭啊，这个事情可是太严重了，不敢答应。然后又讲，你们看吧，只会哭，耽误我度众生。啊，我走人了，我真的入灭。然后后来天人就透过有大德禅定当中讲，他说智者大师是药王菩萨，当年同听法华的。观音菩萨在场，观音菩萨其实就示现，就是示现为慧思大师。他们两人久远以来就有大因缘，所以才后来成为师徒。所以我若没记错的话，是以慧思大师的生日作为什么入灭啊，还有那个正道啊，这样子呢，来什么，来当作是他的一个观音菩萨的一个。纪念日，但是呢，当然也有人考据了半天说，那不是啊，怎么样？我觉得这没什么大意义。什么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在这一天当中特别的意念观音菩萨的圣德，那么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悲，大悲呢是菩提心的根本。所以说，一切诸菩萨当中啊。大悲观世音菩萨特别也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有缘，这是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娑婆世界大德呢特别的强调了菩提心，而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本，那不发菩提心不能成佛。那所以说观音菩萨其实你说他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我是这么觉得呢，他应该跟十方众生都特别有缘，因为大悲近乎是一切菩提心的十方一切众生菩提心的根本。好，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是用了哪一位？应该就是慧思大师作为观音菩萨圣诞的一个代表。就像呢，有名延寿禅师，以他的生日做阿弥陀佛的圣诞，意思一样。那么这个就是在让你呢，让我们的众生呢，能够在这一天当中特别的去意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等等，这个佛菩萨的圣德，就这样。这个不必去太去在乎说，他明明在这边投胎生过、生出生过，讲了这么一堆。我刚举了两个例子嘛，能解决问题，能够有内念心才是重点，是重点在这里。那位小孩子连用沙耶，但他真诚的供养，沙你们能怎样？但对小孩子来讲，这就是他觉得宝贵的东西，而且他顺手起来，那是他内念恭敬心。我看到诸位刚刚去供那个蜡烛，供那个灯，那是因为你在今你一照说你一年365天天天都把可以拿灯请灯供养观音菩萨，那为什么你今天特别要来这里供灯呢？就是因为今天给你的名义嘛，叫做观音菩萨圣诞。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你说这是你们汉传佛教才有？是啊，汉传佛教善巧啊，华人忌日不谈的，大部分在谈什么做社，做社是喜气洋洋，华人就喜欢这样嘛。那我们顺华人一点，
就像藏传佛教常常有讲，哦，今天是什么神变日，哪一天又怎么样？今天持咒持一次等于84000次，哪有这样子的？你汉传佛教也会觉得哪有这么好算的？还有他们常常在转轮，有没有？说转一圈就等于送一次，哇，这样就叫送阿弥陀经了，这样就是送法华经了。那个里头把一部法华经摆在里头，转这么一次就是等于送一次。哇，我送一次要5个小时、6个小时，你转那3秒钟就送一次。汉传佛教你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你去藏传佛教看，每个庙都买一大堆的转轮床在那里，对不对？他们乐得每天去转啊转啊转啊，这就是意念。你看看《法华经》上说了，《法华经》。十方世界乃至名字不可得闻，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受持读诵。对了，得见受持，受持是诵持，读诵受持就包括学习它，啊，实践它，读诵就是从头读到尾。他说连名字都不可得闻，那我问你哦，名字都听不到，现在我把经放在那个桶子里头，上面写妙法莲华，就我每天转它，每天转它，我名字看到它，啊，这就是读诵名字。好了，我为什么要转它？我为什么不转《阿弥陀经》？我为什么不转那个圣经？基督教的圣经？因为我对《法华经》特别的怎么样，在意嘛。我没读，我不懂，没关系，我喜欢，总可以吧？人家连名字都不可得闻，现在我不但得闻，我还转它。我当然不懂内容，可是呢，我喜欢。我虽然根本懒得去读，我实在太忙了，可是我不能读，但是我愿意2秒钟转一次，我觉得好愉快哦。我等于读过了，我这种愉快感是不是让我跟法华经结上缘？请问是不是？这就是三教。你不要去说他没道理，啊，哪有这样用功的？那我就整天觉得转转转，我真的有人对他拿着转转转转转呢，你在干嘛呀？转转转转转呢？好，有一位叫什么涛法师的，他不也这样吗？转转转转转吗？他有人就说啊，说我说不要这样讲，他在做给众生看，我们生战生，诸位，要用人本主义来想，哎，经是拿来研究的，这些人甚至连诵经都觉得太多了，要研究经才可以。哇，那对这个转，那更不能接受了，对不对？转转转转转，那只是做什么呢？做手杖运动而已，将来避免三高，只是这样而已。就像那个什么练武功的人在转那个什么那个按摩球一样，对不对？今后我也可以发明这样子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转，就是转一圈就是念等于100万次。我看你看，很多人就愿意转了，对不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已经转300万了，是不是？啊，其实要让他健康，啊，健康，你知道吗？这么一转，他们大部分用这一手，你知道吗？跟心脏接近，他在动用心包经。然后心包经呢，它能够怎么样啊？里头还有少阴经啊等等，它会让你身体健康，避免老人痴呆。啊，你不老人痴呆，你就可以多念佛几年了，是不是？那这样有没有善巧？有啊。然后我又跟你讲，转一次等于念100万佛身，那有些贪小便宜的众生就乐得如此啊。那你他连刚开始没这个诱因，他连念都不想念。他连想都不想想，现在我给你这个诱因，对了，他贪小便宜了啊，恰恰我就利用你贪小便宜，我让你这么转转转。藏传佛教讲的那个神变日，哦，真的神变日哦，念去南无阿弥陀佛等于300万次哦，有人就拼命转嘛，他就觉得哦，那平常我不念了，今天可得非得念不可啊，是不是啊？你平常都在念哈，我输你没关系，今天我念了，我马上赢你，然后呢，他就乐得念了。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所谓的佛菩萨圣诞，它对我们修行上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特别意义，之后我们就会意念它。啊，至于说那是假的吗？当然不会是假的。我说，我们今天所见所闻都是业感的投影，本来就是假的。
你还不是过得这么自这么用心在过，对不对？女朋友跑了，好痛苦。今天赚钱了，好快乐。中了发票200块，还可以乐到赶快去买一杯咖啡300来喝，请同学来喝，花掉500，只赚了200，结果呢又倒贴300，很乐。你看看这种荒谬的事，你都觉得好自在。啊，这完全都是投影的事情。你说他假，你不是过得这么用心吗？你不是在这里头恩恩爱怨、爱爱怨怨造这业吗？所以说我今天给你一个观音菩萨的圣诞，你却偏偏说它是假，然后你觉得它没意义，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业障深重，是不是？所以说哈，师父，我们不坏佛教的理性，但恰恰太多人把理性用在人本理性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自己很理性。他忘记了佛教的善巧方便，他动用的却是人类的感性。佛教大乘佛法是理智跟感性，理性跟感性交融而并进。你要知道，我们大部分造业根本不是用理性，是用感性的造业。我们有爱有恨，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我请问你，你到底是爱他的鼻子，还是爱他的眼睛？爱他的身高，还是爱他的头发？爱他的穿着，还是爱他的身上的哪一块肉？你说不上来，对不对？就是有那个 feel， 你就爱了。你不能计量，你凭的就是一念感觉。我们造业也是啊。你跟两个好朋友一起喝酒，喝着吵起来了，就跟他打杀，就一辈子不想见面。你那是什么？那不是理性造成，那是感性造成。所以我们造善造恶，很大部分理性的因缘只一点点而已，大部分是感性。你看，电视上面有那个卖酒，当我们吃酒了，你看卖酒怎么，他怎么卖？我的酒好，我的酒怎么制造？他才不这么做了，他干嘛？他用一个很绅士。修养非常好，住宅非常漂亮，豪宅开的是名车，然后呢，一路呢拍着他，去游山玩水。到晚上的时候，一杯佛陀走路，当然不能讲他的真实的名字啊，佛陀走路，那样喝着啊，你突然间觉得你想买那种酒，他卖的是一种 feel。它不是卖你理性，它引动你的是一种感觉。所以太多的知识分子自认为说学佛要理性，他就切割了感性，其实恰恰好错了。那知识分子是一个枯萎的知识，其实是理知识如果切割了感性之后，其实那已经不是完整的知识。理性如果切割了感性，那已经不是完整的理性。你要知道，理性就是真实存在于人类的身心当中，感性更是如此。理性这种存在，常常是要比对之后，你才有一种理性感的道理，你才会比对出来。可是感性从小就不用人家教，对不对？妈妈不见了，小孩子回来看不到娘，他就会紧张，不用人家教。看完鬼故事之后，去暗一点的地方，他就不敢去，这也没有人要唬他，他突然间就会这样。我们的一切爱恨，常常根本不是用理性在解决，是用感性。你看，华人社会最注重讲关系，对不对？你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你没关系，你就有关系。第一种关系跟第二种关系意思是不一样。那你什么叫做关系？就是常常这样讲，哎，你怎么不帮他忙啊？你怎么不帮忙一下？我们一句话，哦，我跟他不熟，这句话就够重。什么叫做熟？什么叫做熟？就是感觉很好，这是一种感觉。
整个人的关系是这样，这包括西方也这样讲啊。有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商学院的一位院长，在一次的那个毕业典礼的演讲当中，很精简。他当中有一句名言，他说：“你们已经从世界最顶尖的商学院毕业，打算在商业市场当中大显身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们所学的大部分99%都用不上。”但会影响你们最后商业成不成功的，是你们认识了谁？好恐怖哎，是这样哎。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小留学生，台湾出去外面留学生，最后事业的成功，都不是因为他当年做留学生所读来的东西，是因为他当留学生的时候，到那个国家的那个科系去读，好多什么。好多全世界的富商的小孩也在那里读，而那些富商小孩读书都读得比他差，然后台湾小孩就照他们，你懂吗？考试靠作弊，作弊靠运气，是这样。他照他们之后呢，就建立了革命感情，然后他们各自回国了之后，早就把读书的内容全部忘光光了，但是友谊长存，革命感情在那里，做生意一帆风顺。我认识一位居士，他是成大电机系的毕业。他说他读电机系啊，读了四年，只学会一件什么呢？打麻将。打麻将，他打了四年麻将。那最后呢，就以打麻将学来的人际交际，他做好了生意。他事实上他的资产有好多好多，完全他说。跟我以前读的那电机没什么大的关系。那我说你也是做电子业的，你怎么会跟电机没有关系？我电机当年的，根本台湾当年还他六十多岁的人了嘛，当年根本没有电机，没有电子业啊。我们读的电机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事后怎么办？那事后会用人就好了，自然有那努力读书的人被我用。这样子，我重点在我会用了，再来我会去找关系。拉生意，这样就好了。而这些是在打麻将当中学来的，跟我的专业知识毫无关系。当然，这不意味着你们今天不要乱不读书啦，回去专打麻将。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一种感觉，不能有没温度的人不像人。他不要说学佛，他连做生意都做不好。没温度，所以很多人学佛是没温度的，是冷漠的。我说那是一种 blue 蓝色的佛法，蓝是冷，他没热情。你看啊，常常有人说，哎，法上法师讲经为什么那么多动作？我说没什么啊，我有热情啊。你只看到我有动作，你没看到热情吗？这就好像。我今天煮了一盘很好吃的菜，你只赞美我的盘子很漂亮，神经啊！你应该看菜是什么，你不用在意我是用什么东西装的嘛。这个菜好不好吃，了解吗？要有温度，这就是感性的交流。学佛一定要记得啊，眼观鼻，鼻观心，是在内修时候用。你如果你对生命没有温度，你对你的家人没有 feel 没感觉，你对众生的苦难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说你自己有多少苦难，你很在意。我告诉你，不过就是一个自私胚子而已。身为小汉，就这样。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说，你要这样就不能成佛没？你竟然学大乘，是以成佛为旗呀、啊，很远没错，但现在不发心。你连成佛都没开始啊！成佛固然很远，我知道，但是你如果不发心，你就永远不成佛啊。那乘阿罗汉可以，也是要圣人，我们也恭敬顶礼。但入了佛门，刚好错过成佛，这不是汉传佛教所提倡的大乘。所以，恢复那个感性，知识分子最忌讳理性过头，缺乏感性。我们后来的几任。的政府首长或者总统，有的是法律系毕业，
你看看，法律注重的是什么？逻辑演变对论，啊，过冷，啊，过度冷了之后呢，你就让人感觉缺乏温度。这样子做总统，就让众生觉得好远，是在神坛上面。蔡英文总统当年也是这样，你看他一头从头到尾在读政治系，然后呢一路也是以事务官或者是政务官的方式呢被拔擢进去这个所谓的内阁工作，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去跟人接触过。但后来他就是那次没选上，失败了之后，以这个党呢快要不行了，然后也没钱应付党缺欠下来的债，啊，他呢是有钱的人，人家干脆就丢给他，烂摊子丢给他，啊，他就是有理性，那接着呢，人家就告诉他要有感觉，要拉他去民间呢，去到处去 long stay， 他才学会了感性，虽然他学得快，所以他后来能选上，他现在能选上总统，主要人家分析也是这个原因。你看看世间的事业也得要温度，成佛的事业一点温度都没有，你看你怎么办？所以这样知道吧？要感性，要感性，感性并不是指放任自己的情绪，又不是哦，是指的能够将心比心，体会他人之心，也能够对于追寻的真理有热情。去拥抱，也不害怕人家觉得你的热情超出了他们的反应，然后你就不敢去张扬。比如说这样，大家都没鼓掌哎，我明明觉得他讲得好好，我为什么不鼓掌呢？不行，因为大家都不鼓掌。这是华人文化里最常有的。不要出头啊，做老二，谁出头谁倒霉啊，谁出头谁死啊。菩萨做众生不请之用，我在意的是众生，我不在意我的荣辱，人家怎么看我，我们不用在意。我在意的是他们需不需要我，我就要去。我们常常华人的小孩常常，即便那个事情谁会啊？其实我会的，但是都没有人举手哎，不好吧？我们不要出头，我们不要出头，我们从小被教成这样，谁出头谁倒霉啊？佛教才不是这样，佛教要为众生抛头颅，做众生不请之友，不请你都自己去了，何况今天都众生已经那么需要你了，你还假惺惺，那是像什么话，懂吗？好，这是我们在观音菩萨圣诞当中，从大悲，从观音菩萨的这个圣诞的存在意义等等，来跟大家分享。好吧，好，我们来这里。我们来回向一下，好吧？来，先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依佛，智归依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理解大道，理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智归依法，智归依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深入经藏，智慧无海，智慧无海，智归一生，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理解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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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南无阿弥陀佛。